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问了那个麦比先生，你还有那个科普系列嘛？就你知道吗？对的，就你应该也是很喜欢知识，很喜欢，很喜欢得到新知，嗯，对的，自己很喜欢。这个就像是在波兰球的那种国际的历史，还有一些文化里面去做延伸的系列，就是从一开始从国家的一些文化介绍，然后到后来就是开始挖掘各式各样奇怪莫名其妙的事情，对对，然后就渐渐发展成一个比较大型的系列了。嗯，欸，其实。这样看来，你的所有的兴趣大部分其实都有点连贯性嘛，找资料，然后维基百科嘛，因为就很多资料，对，你找资料，所以懂得多了嘛，懂得多，维基百科就说这个怎么没有讲到呢？这个就是，我觉得就是对知识的渴求，然后养成好习惯，刚好也有用对，用到自己喜欢的工具，就是入坑一些这种老，那种老的那种名言，说什么永远对什么知识要有渴求啊，我永远保持好奇心啊，什么干嘛，真的是。进步的这个有它的道理，对，有它的道理，而且你把它整理成这样，一定也是你内化后才拿出来讲给大家听的嘛。对的，就是基本上就是要把好好的资料去吸收，然后要看看有哪里是需要错误或是正确的东西，然后我们才可以去把这个元素还有它的这个主题叙述，然后把它彻底的以正确的信息。正确的一个讯息，然后传递出去给更多人知道，这就是我比较想做的事情。我们有一个你知道吗的范例给观众看一下，对不对？江江红超人也好可爱，特色的相关的，这是我的最爱。OK， 对，基本上就是我会透过一些各式各样冷门的系列资料，然后还有一些类似历史啊、悬案或是奇葩的事情，然后去把它做个。大致上的简短，对不对？把它简短精简，然后讲给大家，可以看得懂了。对的，有简短的，然后也有复杂的，复杂就写在内文。然后因为懒人包，所以我就是会把一些部分叙述的东西，然后放在这个资料里面，就是会还有内文就对了，就会变成两个故事版本的那种概念，就是基本上就是一个超会写论文的人。我们在研究所时期，这种同学就是。要赶快跟他打好关系。研究所第一年就是先请他喝咖啡吃饭，文字的大师，对，会整理。基本，然后这边应该是2019年的时候吧，我有截图一个2019年的资料，基本上就是有一些元素的资料在内，就比如说左边那个 Smile Man， 然后还有一些那个关渡大寨万西人啊，或是弹钢琴啊，或者是一些。诡异的犯罪事件或是一些神秘的事件都会有在这个系列去做一些延伸的空间，对的，很赞耶，yeah，做这个应该也蛮开心的，很开心，因为你学到新的东西就会想说靠，我要跟他分享有这个屌人屌事分享，對，而且怎么在有限的字数里面把这些东西讲完也很考验，而且排版也要好看，排版啊，还有资料跟形容，大家很多人会懒得看，对的，这又是一个比较大的学问，就是要怎么去把东西强调或者是怎么样，对啊，然后以及愿意把它看完，这是沟通的艺术啊，对啊，有些人就是哇想讲的东西很简单，可是可以把它讲得很复杂这样子，没错，就有些人就是做不好或是听不下去，对，真的没了吗？谢谢，这样子。好，再来是维基百科编辑员这件事情哦，对。你真的这个先问一下维基百科，就应该蛮多人也蛮好奇，可能有些人已经知道了，但我自己是不太清楚。我也是不知道，我觉得它就是个神秘会。我是觉得对，真的神秘会吧。我本来想说，我当然知道说一定是有一群很热心的人在一直在做嘛。可是我想说，那些乱写的呢？比如说什么？对啊，对啊，我刚刚想到乱写的那该怎么办？就维基百科其实一直有分两派势力，就正义的一方一直在抗拉群，会这样子吗？对的，会哦，真的会。对，基本上维基的社群，他们并不是任何人都可以操作，而是也有一些专业的人士，就是他们会分编辑员、巡查员或者是管理员。管理员有最高的管理权，就是可以去掌握各式各样页面的一些控制，还有一些调整。嗯，然后巡查员的话，则是就是制裁那些邪恶屁孩那个神秘身份。制裁那些邪恶屁孩，听起来真爽哎！就巡查员就这样按你家门铃，然后你从猫眼看进去，他就这样。不好意思，我请问这是你张贴的维基百科的资料？这边说，你说六探是一个180公斤的大胖子，写错了啊，他200。我刚才想说去按他电铃，然后他就从那门，然后就下面直接拿手枪，砰砰砰砰，直接开，没有，是200公斤啊，擦，塞在脸上。那这个
管理员的时候，他有最高的权力，嗯，但这个权力因为大家都是志工，那这个管理员是谁去授予他的？对啊，是通常就是要怎么当？通常就是危机社群的话，他们会做一些投票的程序，就是会找一些志工，哦，对，会选会选，然后也会去透过类似像市长选举啊、辩论会那样子的，就是会去找这些人啊，哦，你是自己去，就是一个危机的社群嘛。对，危机社群，危机自己有一个社群，啊，自己有一个社群，好酷哦，欸！你们怎么有那种科技版的门萨组织，欸？对对对，而且大家都很讲理的感觉。对啊，你们感觉门萨那群人还要聪明，欸，好厉害哦！还要是这样子，哦，而且你们操纵了很多知识，哎，对，危机版写什么就写什么，啊。对啊，真的，啊，对，我现在我弄完就写什么，危机版都写我几号生日，我就变几号生日，对啊，我还得去改身份证，你操控了很多东西，欸，对啊，所以这个。那些成员真的要自制力也要很强，也要就是都要很讲理啊。对的，就基本上就是要严谨性的去查资料，然后还有求证的方面，就是不可能你就是不可能像中国干片那样，就是什么小美小帅，就直接这样子，对，那样不行。打妹，欸，我现在真的很难想象，因为我们现在查资料，他们一定是一群异常认真的。对啊，没有，就是一群跟麦片一样，就是对知识单纯的渴望。我也没有在跟你带情绪讲任何东西，反正我就是追求一个真实的，反正我就是叙述给你嘛。对啊，我真的难想象，我们现在查资料，我们去查危机，但他们要去查资料写危机。对啊，但除了危机之外，还有哪里有资料吗？资料是可以，我也是莲雾吗？进水果店可以，还挖一个，对，挖一个二战的资料，帮我考三分熟，是可以这样买的吗？哎呦。然后巡逻员这边也讲，就是他们就是常常去检查，是不是？对，会去检查，就是看看那个维基百科新创立的页面，或者是一些其他页面有没有需要调整，或者是有没有被批还篡改的地方。你说新创立的，比如说条目啊，或者是项目，人家改的那些文字啊，对的，他会去追踪吧？这个人怎么一直都在乱改？会追踪的。那你们那些人有需要被什么审核吗？嗯，比如说有可能这个人是我一直不知道的知识之神。他是一个神，对，他是一个虚幻的这个人，我不知道他谁，需要身份证认证或干嘛的吗？不需要，基本上就是只要有第三方的来源，然后还有一些相关的新闻报道，还有一些官方式的一些说明，就可以去抽出一个页面了。哦，你说创立页面的创立页面，对，他说成为像你们这样的人，对，就像你这样的，你需要去。提供你是什么？你是真的是一个人或什么？哦，那个如果基本上，因为维基百科毕竟是人人都有都能编辑的自由百科全书嘛，这重点是你取材的编辑的次数是多少。就是如果你一直长时间一直在集中编辑的话，那你就会渐渐有获得各式各样的头衔，然后你也会去从中有一些可以改进。所以你是谁不重要，其实是一个等级跟成就的升等制度啊。对，但是其他人会知道这件事情吗？比如说你是常常提供。知识，然后呢，也没有，也通过巡逻员，大家也觉得说你提供的是够公正也正确的话，你是有什么东西可以证明说，比如说我是 LV 十二的编辑者之类的吗？有的，就是基本上他是有自己的个人的条码，就是像是什么维基数据，那个数据它就会标示说创立者还有编辑者的名称。你们所以像 Google 在地向导。你如果你的等级越高，你的 对, 對就越有公信力，你的口碑就更高。你们是抖音用户的完全相反，你们跟抖音是一个光明与黑暗，也没到那么夸张吧？所以他们会去敲抖音的门，扣扣扣。他们不会，他们就是这样。那没有，那边的领土是抖音的，我们不会。那猛哎，我觉得很厉害。我自己蛮想问，像这个危机，我还想问危机的事情。时间不多，但我还想问危机的事情。我很常看危机，但是我蛮常也会查一些比较冷门的东西，比如说游戏的东西，有些就真的比较老。那可能我看，比如说我要查一个，听那个外文听到一个游戏名称，然后我去查了，然后呢，中文的危机可能没有，或者是它有中文，那中文就是比如说麦克比先生系列的第三作，大概就只有这一句话哦。但是它的英文有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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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但有人是在做搬运的吗？是可以搬运的吗？当然是可以的。哦，基本上外文翻译它在中文危机的扩充度程度也是相当重要的一个元素哦。对，因为基本上也有很多人就是也有很多热门游戏嘛。对。然后那些热门游戏没有中文页面，那我们就干脆自己创一个，然后我们就可以在上面把一些详细基本的资讯打完，这样的话就有一些可以去调整说明的地方，或者是一些基本的认知。哦，基本上你说让其他的编辑者喜欢的话，就把那些东西填完。就等于说带补充的意思嘛，对。可是带补充那些补充里面的东西，我是可以直接看英文翻译英文的，然后把它的句子
翻译好，然后原封不动翻过来吗？可以的，是可以。但是你英文翻译要翻好，就是如果你翻译没有翻好，然后就是像那个电脑翻译啊，机翻，对，机翻那样子的话，那这就不行，也是会被那个巡逻员敲门。对，他会就是说，但他来源就可以直接说来自英文危机吗？嗯，基本上的话就是搬运的话，基本上就可以变成一体的。哦，就是他原本的 source 是哪里，他搬在这边，他 source 也可以挂你，也是可以，就是单纯翻译了原文。因为有时候看是找到英文的，但是你在点进去，他就会翻出一个中文的，對就是这样翻过来嘛。没有，其实共用的一个来源，共用来源，知识共享。所以就是说，维基百科各全世界基本上是一个 unity 啦。就是一整个维基是一体的，对，只是语言使用不一样。知识之神欸，知识之神啊，这是集合众人的力量，他就是知识神官，好不好？对、啊，我们就是一群愚笨无知的猴子。那那么还好，我们不要说现在才知道了，我们叫现在什么都屁都不知道。我们还有各自的领域啦。我们没有，我们什么都不懂。我们叫现在一群猴子，什么屁都不知道。我们敢叫这个？是光是要看维基资料，都甚至不停的在锻炼我的英文跟日文。对、啊，我也是。对、啊，有一些东西可以看，中文这边就是啊。什么，比如说1997年出的什么冒险游戏啊，就这样，然后点日文就哦三个部分，哦点英文啊16个部分，连系列作跟一些他们的洛尔什么的都有写进去，就会觉得说哇那个资讯量就差很多，如果有中文的话那就好了那种感觉，哦、对，所以其实真的有心的话。你是可以做翻译，真的，但是你要把它翻译好，就可以写上去。就是单纯需要注意的，就只有翻译的，翻译的精准。各位喜欢翻译的朋友有福了，其实维基都可以直接翻英文，就可以直翻，因为我都很好奇啊，我都很好奇。我也是查很多什么戏剧相关资料，都是只有原文，然后就也只能看原文。对啊，重点是中文有条目，但可能只有一句。就但是就像你说的，就是成立好，然后呢，看大家要怎么补充这样。没有错，我前两天前几天才在开台的时候看了我的。自己的 wiki 页面，然后那个时候就我就知道说，哎、欸，他有一个那个编辑历史可以看，就这个人，比如说加150，他加了150个字，这个人减72，他减了72个字元这样子的感觉。那我就看后面有两个人在那边 PK， 你知道吗？他加又减，加又减，一个人加，一个人把他加回来，然后他还留康门说留康门，然后两个人在那边骂这样子，对啊，护地。不要看那个，我们凡人看那个会疯掉。没有，我就看比如说他说他每天有人接近克苏鲁，他说我在这个网络上面这个称号是6TAN 这样子，然后那个人就硬要挂号，然后中文写那个六碳这样子，然后那个人就留言说，六碳之前就已经说过，他几年的时候就已经要沿用这个东西，然后那个人就说台湾人有中文就应该要用中文。然后两个加起来，你说在维基百科的页面上吗？我跟你讲，你真的不要看这神仙打架，我们反正都没有骂你。我想说，哇，你们那边偷聊起来也不问问我。其实我比较深刻一件事，就是大概前几天我有看鸟屎的维基页面，然后结果他维基页面有一个让我有点比较震撼的点是，为什么他把烧饼的全名整个写上去？对，这个我也有看到，因为我现在。我每次演出什么的节目单什么的，那个制作那边会需要我的演出履历嘛，我就会去维基，然后哗贴到 Word 就可以了。对，后来我去看他的维基，那个我的演出他们都有加，很整理的很好、欸。对对对，就他怎么组织什么节目，还有表格，对，右边还会有那个你的年份的，你的那个个人资料，右边有一个格子这样的。还有其他的演员啊什么的，他们对啊，我本来还想说，对，我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大家，省了我很多时间。维基的这个人物的页面是有一个格式吗？就我发现不是欸，像我页面就蛮阳春的，就纯文字这样子。那你的就是对、欸、我的有背表、欸，然后有照片什么的。对，哎呀，没关系，节目结束我可以再帮你编辑。好、知识之神欸，你不要那个神官的先吧，神威先不要放我们这些无知的猴子身上。我们只是对你来讲只是一只小哥布林，请不要浪费时间在我们身上。我们就是一个布罗斯史莱姆。可是你们是我的偶像呢，你们是神的偶像。我突然想到贝利美超强系的，妈的。他连公司、啊、下面都还有多一栏，还什么统一编号、帝国呀，都有超强的，就是这样子。Yeah. OK， 最后剩一点超时一点点时间，你有一个这个 furry 的身份，你也是毛毛爱好者，是不是？啊、其实还算是啦。对，对，可是就像是那个套用人设的那种感觉一样。哦、对，因为基本上我觉得玩熊蛮适合我的，所以当时我就愚人节，我想说开的玩笑嘛，然后我就把这个大头贴，然后变成一个玩熊了，好可爱哦。对，然后后来就想说，反正就换了换了，然后也看起来蛮适合我，然后我就持续沿用到现在这种程度了，蛮适合的，蛮有标志的。你看，你就是很有前瞻性，就是。
喜欢的东西，然后好笑，好笑弄一弄，然后就沿用，然后也是一个很好看的形象。对、啊，像我鸟屎就是，我也跟你一样，我讲好笑取一个，没想到用到现在，取个烂名字。以前现在一直解释，现在已经还好，现在就已经释怀了，已经过气了，没什么节目。以前前期那种很多节目访谈什么，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叫鸟屎？我讲一万次，那为什么要叫鸟屎？跟他一样，好笑好玩，没想到就变这样。OK， 对，麦克觉得比较前瞻性，就做了一个比较好的。Furry 对有些观众来讲，可能比较陌生，有办法去。稍微解释一下，因为那是一个，那是也是一个社群嘛，而且也是个深坑，哎，社群然后也是一个坑，也有些总有些规矩嘛，然后也就当然也不要乱讲，但是就是可以稍微解释一下嘛。也许大多数人他们的印象可能就是那个可以色色那种感觉，可是基本上我觉得像是兽圈这个社群的话，它基本上就是透用动物的设计啊、角色的形象，然后去加以传递出自己喜欢的那种想法。嗯，对，就是像是你包装成自己喜欢的样子，然后也可以活出自己喜欢的那种兴趣。嗯，对，就是一个比较有趣的一个延伸的粉丝的出去，比较类似接近类似是把自己。想要展现给别人的自己的特质，或是喜欢的特色，透过动物的，或者是说比较兽的设定去展现出来。没有错，就像是各式各样，就是漫画圈啊、动画圈那种感觉一样，基本上就是用这种方式去做交流，把它融合在一块。没有错的，所以它就有点套一点点套皮的概念，套皮套人设的概念，对，就是像套 V 皮那样子的成分，但是只是设定是从比较不那么科幻的。兽野兽的，它还是有套一些人在里面。对，就是像是兽人有分很多程度，兽化程度看那个看那个兽化程度图，然后就 OK 了。我有看过那张图，对，我也有看过。他们那张图蛮好看的。我自己的弄的话，也是可以决定我自己的兽化程度吧。对，有可能可以真的可以完全是一只恐龙的。对，不对，恐龙没有 fur。哎，没有，现在已经有了。现在已经有最新的研究说，以前的恐龙其实是有羽毛的了。哎，也算。恐龙现在也算 furry 起来，然后他说抱我的手可以包起那50公斤的大石头，这样。最新的研究啊，原来是这样的吗？好吧，好，你也可以，哎，有一个什么哦，自我认同兽色是你刚刚那个头图吗？啊，对。那你这个第一个 furry 角色是什么意思？哦，这个大概是2018年的时候吧。好可爱哦。其实那时候是有。石敢当。对，有点类似石敢当的概念。哇塞，好可爱哦。对，那时候就是有查一些金门，然后还有安平的东西嘛，然后我想说 ，Oh my god， 狮子好帅哦，然后我就把它画出来了。石敢当也是吧，石敢当算是狮子之类的兽啊，是吗？兽是吗？对，就比较类似传统的那种感觉，神兽吧，对，类似神兽的概念。但是图片上也是有比较有这种神话的，对啊，有这个神的姿势的感觉，有没有比较？对啊，陀螺感觉，其实也蛮酷的。好，你都可以好喜欢狮子，然后画一个的，我真的好喜欢狮子哦，然后。好喜欢狮子，可以。我只能好喜欢。危机可以看狮子。我只能好喜欢狮子，然后去六福村看狮子。可爱可爱。好喜欢狮子，然后那个美术课都大家画狮子，老师就大家说先画两个眼睛，然后狮子的那个鼻梁是长长的，然后下面画一个粉红色三角形，一排看过去都是屌。阴毛太长，两个眼睛平得下来，然后下面一个三角粉红。然后外面偷笑，然后美术老师 ，I know what you think。老师也是坏、欸，老师也是坏坏的。OK， 那这个我其实我对那个 furry 的那个蛮，我觉得蛮酷的。嗯，对啊，我自己知道，我自己感觉算是深坑了、啊。因为我们有一些朋友，他们前两天也有丢一些照片，他们去那聚会，然后就前两天才有聚会。哦，对，好像有。像那样子的聚会，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像比如说套。他们说，你说把自己喜欢的东西把它套着，就自己有一个兽人人设。嗯，那聚会是哦，它就是像一个大群，像是 C 达那样子的感觉，只是它是有一种比较多派对啊，或是一些活跃的活动，然后大家一起玩的很嗨那种活动那种感觉。所以其实像交流，对交流会那种感覺。所以我就要打扮成我喜欢的那个兽化的样子。不一定，对，也是不一定，不一定，对，应该反正就是大，我们大家都喜欢下围棋。
我们大家可以去在你吃披萨，不一定要下围棋。你也可以，你也可以去那边吃东西聊天，不一定一定要下围棋。对，然后他穿上那个寿装的话，基本上也就是像 cosplay 那样的概念一样。对，對所以真的就是同好会啦，对啦，就是比较接近同好交流会这样。那也蛮有趣的，大家都应该要有一个。其实我的 VP 已经跟瘦的没什么两样了。你那个就是他不是工商巨瘦吗？不是，我就是瘦人的好朋友，我巨魔啊。对啊，可是不是那个瘦人，他们是那个 beast，、啊、不是那个 orc 好吗？对啊，你是 orc 啊。没不行吧？OK， 好吧，这个我觉得今天很谢谢这个麦克比先生。哎呀，我也很谢谢你今天邀请我，我觉得现在还像在做梦一样。真的没有，我现在是在做梦。观众看到你三小时画那个图，他们才觉得他们在做梦。对啊，刚刚还有人说三小时那给我三个月我都画不出来，还是你给我三辈子，我投胎再投胎，我都没办法抓。太多胎了啦。OK， 希望那个你未来如果还有。甚至是比如说有什么商业合作啊，画了什么新的图，想要宣传什么，都欢迎再上节目，或者是有什么新的东西可以跟我们分享，可以来玩，或者是你做好你整套的兽人衣服，穿成你的大头罩，穿成狸猫，狸猫先生，欢迎我们的狸猫先生，不是狸猫，是浣熊，好，浣熊，浣熊，浣熊，小心哦，抱歉抱歉，小心哦，我后面都欢迎，都欢迎你再来啦，好不好？可以的，而且因为今天时间关系，有很多。很多东西没聊到，像麦比先生很喜欢吉普力，啊、然后我们这边其实有准备一个吉普力的考题，啊、没时间考，那、嗯、下次来的时候。其实从他的明亮的图里面有看出来有一种吉普力风景、啊，而且也说到麦比先生很喜欢电影。我跟你讲，我也很喜欢电影，真的、哦。我终于等到一个喜欢电影的人，等一个人，太棒了！我等一个，我等了七八年，那就是从头等到尾。从头，因为长大是不是？因为我们基本，我在等你长大。他长大了，因为我们基本上这个节目不太会找一些懂电影的人来，嗯，然后找来就是大家是预言。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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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r. Mark Art， 对不对？我可以拿那个拍一下吗？当然可以啊！ Yeah. 很爱很爱，都给你，都给你。你肩最大，你肩最大，你肩最大。之后记得扫那个 QR code， 你就可以找到你家 Seven 附近有没有卖。Seven 就有卖，对，一定有卖。好 ，OK OK。然后再来这个 Abby， 大家要记得，他也正在进行那个戴多子的新装的猜猜活动，还有礼拜六的 Y Force， 大家可以来找我。哦 OK， 然后推了可以追随一下，应该现在大部分在推了活动吧，比较多。我也是。其他你也知道。对，有点看不到。我的推了大家知道的话。对，而且我 Facebook 还被禁言三天。我看到。字全部打错，还没再禁。OK。哦、oh, ，小小兽医师1000元，谢谢，在走中转播入围，看到宅知道好感动，谢谢，谢谢，感动。子龙先生每月一斗，谢谢热心网友200元，请给我支援。Alan Rain 100元，新界面画面好小，刚刚看到蛮多人是在反映的啊、哦，大家我们那个后台一定会做处理了哈。蔡晃晃100元，微软浏览器不能看啊啊啊 ，OK OK， 这些都大家都反映到，那个、定存在100元，阿文通告费35期，谢谢。南投海贼王100元，麦克比森太厉害了，太厉害了。南投海贼王我听起来很绕，南投更没海啊。对啊，想要喊山贼王吧？好，连我这现实背不出来，都知道南投没海了。OK， 好，那就再次感谢两位啦，谢谢这个 MG， 谢谢麦克比先生。那我们今天呢就差不多到这边了、大家可以去记得我们今天有抽电影票、然后还有。可以去麦克比先生跟 AB 的相关社群，没错。然后就这样，然后周末是 Y Force， 大家注意安全，大家注意安全，一定要注意安全。然后不要，我要再次强调，不要隐瞒病情。如果你有身体有不舒服，别来，对了，真的别来啊！这再三强调给大家。好了，感谢大家，那我们下周见了，拜拜，拜拜。